都没有看的。
看中文啊，因为他看不懂字幕，又是英文，他一定不要错啊。但我觉得他一定坐不住。最近你想要去看《神偷奶爸》吗？搞没啊，太久了。而且他多大的时候去的？那时候，你想上班吗？不要上班吗？哎，那叶仁豪现在有回来吗？有啊，他比较忙，还有教球，然后又干嘛？他还要辅修。阿苑姐，你过来。妈说她没有来过。还没有，我不说你了，你放心。Thank you.
中三个。抓一个，抓一个，耶、yeah, ，好棒！领奖品，好棒！175号，坐好，175号。